彩珍来了，好久不见，哎，又是一枚美女呢，对不对？彩珍已经底很好，哎，你这个怎么这一张看起来又更大一张啊？他脸小，好小哦，怎么那个好，来，我们直接看，比例好好，一二三，五彩珍，哎，你一样哎，漂亮哎，对，葵花山有不？睫毛也漂亮，然后眼睛，睫毛也是真的，要哦，大家脱下这个喽。你的睫毛真的很漂亮，但是也是真的，真的，因为它是那种下面也有中间长，对，然后我因为我们种会故意种中间长，旁边短，可是它的就是。天生中间，而且他的下睫毛也蛮浓密的，人家就是美人胚子嘛，厉害哦，几乎长得出来有什么样的缺点？黑色黑眼圈，哪有？一点点，那你是没看过我的黑眼圈？对呀，对。为什么？他什么时候看到你的黑眼圈？因为我的很黑啊，他眼圈看起来为什么特别黑？因为他嘴唇白。对，这样有反差。有在外面被素颜认出来吗？有，而且我素颜被认出来的几率比化妆还要多。啊，真的吗？有这种状况？有一次我就素颜去那个信义区的百货公司，然后我也没洗头，就想说啊，我就夹一个鲨鱼夹，然后穿得很邋邋遢，我只是去买一个去百货公司夹鲨鱼夹。鲨鱼夹，鲨鱼夹。他去的是小北百货，小北百货可以。百货百货姐嘛，他就被认出来了，还会很尴尬。对，我就戴口罩，然后他就说。你是彩珍啊，我可以跟你拍照吗？真的还叫我名字啊？我很想拒绝，但我不好意思，我就跟他拍。然后拍完之后，他就说：“哎，彩珍，你看一下可不可以？”然后因为那时候是傍晚，然后超黄的，然后我就想说：“天哪！”对啊，人家感觉很黄。跟我拍完了，我私底下把，但我这样哦，他 OK， 我一个个拍了拍了，哎哎，先哥，这样可不可以？我看一看 ，OK OK， 因为他很不 OK。笑就没有伤害，凸显他很不 OK。那我唱的之后，心想我还好有你挡着。对，哎，谢谢你，是素颜哦，哎，也接到广告了，素颜试镜要拿到广告不容易呢。真的，因为那个时候厂商就想看你很淡的妆的感觉，那因为我觉得我可能因为。睫毛比较多，所以差异不会很大，所以我觉得我比较有优势，就拿到了广告。这样，恭喜！哎呦，真的太漂亮，这个厉害哈！哎，这个不用画，其实也 OK， 对，直接，因为他的眼睛眉毛都已经好了，而且很有神呢，都已经好了。哦，不错不错，那还是画一下，好吧，来补一下，分钟，来来补一下，补一下。彩珍也要小心的按那个哈，对对。哎，乔欣已经好了，哇，乔欣也好了，哇，快，很快耶。对，确定好按钮，确定好，不要按错了，不要按到删除，对不对？这样就有。完妆是女生还是女丑？化妆前后的差别。来，哎呦，没有差，彩珍就天生美女。对呀，这条件太好了。那感觉没有加什么呢？化了什么？可是我还没画完。哦，还没画，没画完，拼了拼了，差哪里？差哪里？嘴唇吗？唇色，唇色，对，还有腮红，腮红还没。哦，那有两种，那你只能选一种来。嘴唇，起码唇色，嘴唇，嘴唇，嘴唇，是不是？来来来，命运要完成指令才可以，哪一个颜色？我跟你讲，他会选什么？蓝色。哎，真的，我心里想一模一样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就会知道，很怪。为什么？像刚刚第一个，他选那个 green。对，里面一开，哎马，哎，不是啦，骑马机啦，没礼貌。好，来看一下他完成的任务是，就是选蓝色，耶 ，PK 鬼脸不准不准笑，跟露露跟露露两个人 PK 鬼脸，不准笑，那你赢定了。好了，好好好，开始，谁先笑谁就输了。彩珍要丑的，要丑的，彩珍要很丑的，彩珍不能装可爱啊！真的很哇，露露好丑，露露你要输了，露露不要那么丑，露露，哎，露露差异不大，露露卸妆了啦，卸妆，哦，彩珍露露卸妆，彩珍真的丑，真的丑，恭喜过关，谢谢，彩珍厉害，露露要做第一，差异不大，露露做第六吧，对，露露差异不大，来给他画一下，好吧，补唇呐，唇。脸都有自然彩虹了，把腮红了。要不要？也对啊，哇，皮肤已经红了。他皮肤很嫩呢。彩珍的哦，红彤彤的。哎，唇很重要哎，脸上去气色就不真的。有时候唇真的嘴唇发白真的很难看。对，就太多过犹不及都不对。哦 ，OK， 哦啊，哎哎，我十秒。别紧张，别紧张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小心哦，小心哦，好想亲下去呀。哎，三二。一好 ，OK， 可以，好美哦，漂亮漂亮，怎么样？做哪里？他该就是完美，
我太完美了。对，这不用画，少了一个腮红也 OK 耶，可以，这满分的，满分。他完妆可能要到一号去。好，恭喜先坐到一号位置啊，漂亮。